覺得你自己係咪一個 artist？ 覺得自己係一個 artist 嘅定義，可能有時難聽啲講句係自己照住自己的意思去做嘅。但係我同時都係一個 designer， 咁我有時咁你講真的，一個 designer 就係要有一啲效率去做一啲嘢。可能做嘅嘢可能差唔多，但係其實係 design 同埋花錢。